金刚圈会亮，他手上拿的就应该是法宝了。你这真猖狂的，敢戏弄我金角大王！还有银角大王，你可别太得意。侍卫官，追踪模式启动。不行吧，竟然还能追踪我！怎么样，认输了吧？我们才不会认输呢！嘿，嘿，嘿，别跑！喂，你要干嘛？嘿，别跑！没有！哈哈，真笨！你才笨！你不但笨，还是一个胆小鬼，连金角、银角这种小妖都不敢对付，真不配你师父响当当的名号。我也跟着丢脸。想当年，我跟随大圣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后面好像藏个人。只是两个刺猬而已。吓成这样，还好意思说我胆小？等我一起走啊！金箍棒，金箍棒，你在哪儿？舒服啊！是金箍棒。自从大圣成仙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泡过温泉了，好怀念呀！瞧你开心的，原来喜欢泡温泉呀！果然好舒服。轻点儿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好几百年都没有泡过温泉了，请不要打扰我。想不想以后都经常有温泉泡啊？你会这么好心？如果你不生气，以后我会常常带你来，怎么样？好吧，看来是笔不错的交易，我们暂时休战。不对劲儿！喂，你是谁？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说一声就拿走人家的东西？没错，这是哪里来的盗贼？还不快报上名来！什么盗贼？我家主人是大名鼎鼎的红孩儿，快把宝贝供上来，免得我家主人还要自己动手。啊，是他！小心这人法力高强，当年你师父都拿他没办法。他抢天庭中的宝贝做什么？你好，我是小仙人毛毛王，赤雷管是天庭要收回的宝物，希望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呀。不要耍什么花样了，赤雷管我要定了。他怎么知道我要耍花样？别玩了，你还是跟他正面交战吧。我来做裁判，大家公平对决。你不是怕了吧？我还没泡完温泉呢，你们对决。我先去穿衣服。嗨，好了没有？快点！哼，下去看看，想必又想耍花招。是，主人。
神。设计的轨道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猫猫王大变身，变成野猪猪。门牙疼疼疼！我可是金刚之身。赤雷管曲线射击。居然没事。既然是金刚之身，肯定不会被这种小法宝伤到，你还是放弃吧。毛毛王大变身，变成飞鸟猪。你飞我也飞，把你打到温泉里泡泡澡吧。分析敌人作战意图完毕。敌人已经失去战斗力，作战成功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雇主等着我们交货，还有许多宝贝需要收集，带上赤雷管马上撤离。是。好了，别装了，他们都走了。哎呀，哦，可算走了，这家伙可真厉害呀！你真是太弱了，还不快去跟踪他，抢回宝贝啊！刚才听他们的对话，似乎目的跟我们一样，那就等他们多收集一些宝贝，我再偷偷的偷回来。你还说我弱，不就是因为你不跟我一起作战？哼，没义气。你还说我没义气，我是在考察你的实力。我没义气，你去找有义气的武器去吧。哼，他居然说我没义气，他怎么可以用没义气形容我呢？他居然没来追我，太可恶了，太可恶了。我可是定海神针金箍棒啊。是谁？放开我！真神奇，棒子居然会说话。哎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不是真生气出走了吧？这个是师父留给我的宝贝，别真把它弄丢了。我怎么了？怎么连个人也没有？现在到底在哪？